我觉得彤彤，他好像能看见了。别动。啊？你头发上有个东西，我帮你把它取下来。好。那你给我拿印章吧。我现在拿给你。物归原主了，你可得保管好。嗯，放心。林小姐，你该吃药了。秦墨尧，我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你不会自己行动吗？我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我很担心你。我只是想快点找到证据。我不是说过我会想办法吗？我不想你再替我冒险了。在黑暗中是